是啊，那个嘞，重点是要龙岩史莱姆要看得到这个，干嘛？还是算了，我这边盖个烽火台就好了。盖烽火台，啊，也不知道往外几格哎、欸，这没有盖过。好没想法哦。我对呢，有小鸡骑士。小鸡骑士麻烦呢。
我记得不用雕刻南瓜。哇，真的要南瓜吗？咦，欸，真的欸，哇哦！又是什么时候有的？对。不知道我这样盖正不正确耶，以前没有盖过这个。你怎么卡在这里？先放里面再说。我觉得我好像撑不住了。然后这边看不到，然后底下还在放一个铁巨人嘛。
下方铁巨人，那楼上这边看得到吗？好像可以，所以要上下两只铁巨人。哦，不行！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如果玻璃被炸爆的话，呜呼呼呼呼！哇！少定一个吧。啊，这样玻璃被炸掉，我也不怕了。好啦，我觉得八点好了，再开，凑满一个小时去睡觉。年纪到了，会累了。上课偷偷看，但是我准备要关台了，撑不下去了，眼睛好痛哦。然后下午 FB 的东西搞得我现在还是觉得有点头痛，因为刚刚也是开台又失败两次。然后才想起来我怎么开台的。感谢墨雪的100颗星星，感谢你。好啦，我们去打凋零吧，然后再盖个烽火台。可以休息了，好啦，等一下吧。我说，今天这样加起来才开2小时欸，有点惨。
感谢萧渊的十颗星星。还是我改天去打点滴还是什么的、啊，体力变好差哦。